您好，这里是商业银行。您的信用卡显示异地消费8000元。啊，您没有信用卡，那您有什么卡呢？啊，您的洗澡卡显示异地消费8000元。他怎么知道我是骗子呢？哎呀，人家当然想您了。知道我是骗子，还跟我聊这么久，变态！张志霖先生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老婆在你手上，在你老婆手上，我手在你老婆上，你老婆行啊！知道现在最重要的事儿是什么吗？什么？那个老头的电话。50万，50万呢？可是婷婷呢？一直是那个老头和婷婷单线联系的，可婷婷现在不见了，电话也关机，你说怎么办吧？不见了，要不你打给他？你觉得我的声音像婷婷吗？你的声音像婷婷的爸爸。开玩笑啊！不去找啊？你去找？找呀！找呀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林婶，林婶，见到婷婷了吗？就是那个说话跟小孩儿似的。啊，对，你看这个，林婶，林婶学的挺像的，要不然救他了。哎，等会，你个扫地的，扫地的怎么了？那胶州的不一定是亲戚，还有那个《哈利波特》。李婶儿，我有件事儿找您。发工资？工资的事好说，以后再说。我是想请您帮一个小小的忙。让我帮你骗人呢？那可不行，我心肠太软了，骗不来人。心肠软，心肠软，好吧。李婶儿，李婶，别！你要是不答应我的话，我。他就死给你看！我答不答应啊？答不答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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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打他底下的时候，你们就答应了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你是怕他把你给打死？你是怕他把我打不死？李婶儿，您答应就好了。来，请坐。啥姑娘？这么不会骗人呢？没事，我们可以教你。婷婷回来了，婷婷，婷什么婷啊？我是给你送饭饭的。正好，您看着啊。这是你的，这一份啊，是你的。我的？嗯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份有地沟油。地沟油，知道你喜欢，你最爱吃胡椒麻辣鱼，绝对不会失恋的地沟油。哎呀，行了，多少钱啊？30。100，没零的。什么意思？其实拿好了。哎，等会儿，我这有零的。哎，30给你，100给我。哎呀，真聪明。拜拜。走，哎呦，李婶儿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给送饭的就是个大傻子。来，李婶儿，请坐。您随便拨个电话号码。拨啥号呢？拨啥号都行。拨啥都行。拨啥都行。行。110。李婶，这号不能拨啊。他说啥都行。你给他再拨一个。老板电话接不接？老板呢？啊，接。喂，老板。婷婷呢？哦，婷婷在。喂，老板。你快去死吧！什么？老板，
婷婷跟您开玩笑呢。你俩闭嘴，啥也不要说。婷婷啊，哎嘿，你是要唱戏啊？那个局我们已经布了一个多月了，老头的50万一定要到手，乖，千万别给我找岔道。李婶儿，您简直就是神啊，太棒了！电话也打完了，我该下班回家了。哎，李婶儿，其实最主要的还是那个老头的电话。还有电话呢？我老头电话，老头电话，老头的李婶儿，烦死了，烦死了。喂，赵主任。张大爷，我是婷婷，您到银行了，告诉您一个好消息，这只基金利息又上涨了，这月您买50万，下月您能拿到100万。我说咋还没个标点符号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什么？50万太多了？少买点也行。我们经理说了，您少买点也行。买个多少呢？您就买个4块钱的吧。什么？还是打算多买一点？什么卡号？卡号我给您报了，您记好了，是12345678987654321呢。感恩的心，感谢李婶，感谢老头把50万打到卡里，感谢李婶。哎，等会儿，先别感谢了啊，钱怎么没到卡里啊？哦，这钱呢，打到我的卡上了，我得找找。李生，你快找呀！李生，找找。哎呀，李生，你可坑死我们了！大哥大姐，你这个时候来干嘛？哎呀，出去，出去！出去！这样我们还是要算算清楚的。不就是这几十块钱吗？拿走。好像还差点吧。还差多少啊？50万。多少？50万。好你个骗子，敢骗我们骗子！乖，千万别给我找岔吧。老板，怎么着？你们两个还真以为我是个送外卖的？啊？就以为我没防过你们两个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每笔交易都在我的监控之下，知不知道？不是，老板，钱，钱呢？报告老板，那个钱，好消息，钱已经到手了。卡拿来，打到李婶卡去了。什么？李婶呢？李婶人呢？李婶，李婶，李婶，李婶啊！谁找我？他！我！老板，幸会啊！看不出来啊，李婶，藏得还挺深。我在这儿不男不女扫了一个月的地，终于把你给扫出来了。到底是谁不男不女的？想扫我，就怕你扫不动。你就一个人，我们可有4个。给我上！
还，千万别给百姓找 trouble。 收网。